彰化縣政府24号伫彰化演藝廳頒發105年度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，鼓勵這群國家未來主人翁，求學無掛礙，唔驚困難，展翅高飛。環境的困難，或者是經濟的一個困難，那我們已經把這個自强优秀奖学金的金额提高，那我们人数今天也增加了一个，那我们全县总共有571位获得自强优秀奖学金，那我们国小、国中跟高中每一位都能够获得5000块，大专跟研究所就是8000块，这个金额是最高的哈。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奖学金的奖励，让这些同学都能够自立自强。他也感谢到彰化县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哈。这次能够获得这个自强优秀奖学金，我觉得非常的高兴，这样代表我的努力受到了肯定，我非常感谢县府能够提供这笔奖学金，让我未来高中能够不用担心学费的问题，我会好好存着，等到高中的时候再来使用这笔奖学金，让它更有效的运用。首先要感谢县政府啦，如果他没有制定这个奖学金，我可能也没有办法说有领到这个奖学金。然后也要感谢学校老师的报名。县政府鼓励县内伫个困境当中自立自强优秀的学生，拢总有571名学生得到这份奖学金。各中小和高中的学生，每一个5000块；大学和研究所的学生，每一个8000块。希望鼓励学生更加自立自强，未来为社会贡献力量，回馈社会。公益频道张华韵彰化采访报道，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